那他直走了，我得多难过呀！你知道吗？除了我那个死去的男人，你在我眼里是最爷们，特别特别的爷们。段掌柜，你喝多了。没喝多。段掌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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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脑袋是让驴踢了？我这么着千叮咛万嘱咐啊，你还自作主张，你胆儿忒大了你！不是我找二鬼子帮忙，那不是也想帮你救小姐吗？二鬼子，你跟二鬼子混能搂着什么呀？害得我还陪着你在这坐大牢。你看看，现在连他都被关进来了，还有谁会拿赎金来救咱们呀？那还有什么招啊？不就是闹腾钱吗？小兄弟，小兄弟，你啥事儿啊？100块就100块，100块把我们放出去。你现在又多了一个人，要200。你这抢钱呐！大哥，我就知道你是好人。哎，别！枪好价钱，别就地起价。不要钱！快！其实吧，我也是个女人。我也需要有人疼，有人爱。你以后就是我红印的人。哦，我就是你的人。刚从那个房间出来，你看吧，这不是好事吗？是不是？直接了了你这么多年的心愿了，掌柜的也让你搞到手了。那以后咱们这个乔家班得改名叫青龙帮了，是不是？
那不是好事吗？咋了，青龙哥？站住！这么晚了去哪儿啊？是掌柜的叫我带他们走的。猴子，回去告诉掌柜的，就是我杨天笑是欠他的情，日后一定还。哎，是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。老爷，前面快到了，村民们都等着你呢。哎，不用等了，我不会请他们吃饭的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赶快请英雄进村子吧。哎，不用了，既然大家都平安了，那我就告辞了。哎，杨大哥，哎，别走啊，我和我爹还没好好谢谢你呢。哎，你这一走，那段无英杀回马枪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走，来，快点。本鬼子欺负中国人，这二鬼子也欺负中国人，这帮汉奸真他妈不是东西啊！老人，我已经尽力不让二鬼子他们乱砸东西，可是东西……是，我知道你尽力了。哎呀，那这些损失嘛，就慢慢的从你月工钱里头扣上。是，扣我工钱？哎呀，老爷，你不能怪我呀！那我不怪你，我还怪我自己啊！你瞧你这哭丧的脸，赶紧做饭去。是。去。哎呀！你必须放我走。你不能走。你这一走了之，把这个全村的村民交给我了，我怎么办？那段红英打回头来，我能对付得了吗？你必须在这儿，你得帮我呀！来，坐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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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。你在这好吃好喝着啊，好住着。段恒英，他要不回来，你再走，不是挺好吗？啊！昨晚我跟杨天笑发生什么了？还有那个抱着我的男人是谁呀？这么说，我已经跟他……谁呀？到家了，出事儿了！兄弟们，收拾家伙，跟我去商量那杨天笑。都给我站住！杨天笑现在是我们自己人，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汗毛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？杨天笑打伤了咱们兄弟，还放走了罗土旺，他不一定吃了罗土旺多少好处呢。有这事儿？我找他问问清楚。你问什么呀？人早就跑了。跑了？说不定哪天带着二鬼子就抄你老窝来了。这个妈的家伙！抄家伙，跟我走。走。走。刘老爷，他们来了。那日子做事还真是料事如神呐。行。怎么没人呢？是不是那老小子一知道咱们来就跑了？放心好了，他才舍不得这地儿。牛犊子、杠子头，到村后去看看。是。
村后也没人。龙图王，追！好。将仇报，我看你是误会了，我只不过是想化解我们之间的恩怨。你小子，老子回头扒了你的皮！耶，看你你那个熊样，还凶得起来啊？富贵，好，给弄个房子，让他给他当上房。是，都带走。是。住，罗管家，段掌柜有恩于我。你帮我好好照顾他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。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那个吃里扒外的小子就是不能相信。现在怎么样？都抓起来了吧？杨天笑不是这种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那个小子绝对不能相信。啊，大家吃饭了，去把杨天笑给我叫来。哎，朱导，把大家照顾好。哎，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去把杨天笑给我叫来。是啊。你吃。一帮臭卖艺的，还要老子伺候？你给我吃人！吃人！你别欺负我兄弟啊！哎，老子饿了。吃。知道屎是啥滋味。来人，是，把屎拿来。好。给我喂他吃。我劝你还是把段掌柜放了，不然你们之间的误会会越来越大。段慧英欺人太甚。我要不教训教训他，他还真是蹬鼻子上脸了。我这回为了对付他，全村的老百姓都上阵了。这人吃马拉的费用本来就应该大付的。我真后悔帮你。哎，我不管，我这就去放。哎，别来！你把他放了，他能饶得了我这老命吗？他有恩于我，我不能恩将仇报。这样，你。帮我训练村民，啊，来对付段慧英。等到有一天我村民可以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时候，
那时候没废话，我马上放人。小龙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死不了。秦龙，你真没事啊？我好着呢。不是，看你又来劲儿。我来什么劲儿啊？啊！我们现在弄成这样，还不是杨天笑害的？发誓，等我出去一定杀了他。我跟你说多少遍了，不许碰他啊！你怎么还是偏向那小白脸呢？那小白脸不可靠。不是我就偏了咋的？掌柜的，饭菜还行吗？杨天笑，你等着，等我出去给你炒的大切八块。青龙，我说你能不能换个词儿啊？换什么词儿啊？掌柜的，你先在这好好待着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等我忙完之后我再来救你。哎，等等，杨天笑，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会对你负责的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你忘了吧？什么？我说我会回来救你的。那天晚上的事儿就忘了？哎，你小子不想认账啊？还送饭呢？我找谁要钱去啊？罗老爷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如果你真的要继续再这样对段红英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。但我必须提醒你，我不可能永远帮你。哎哎哎，大侄子，你怎么里外不分呢？哎呀，你不拿他当盘菜，他还自己上桌呢。他替段红英他们说话，真是不识好歹。哦，段红英对杨大哥有恩，杨大哥啊才去帮他们。他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我对他不好啊，我把他当个御史的捧在手上，他一点忙都不肯帮我。嗯，我看他是个养不熟的狼崽子，撵走算了。我不许你赶他走啊！如果你要是把他赶走了，我就跟他一块走。哼！哎，我什么时候养了这么一个闺女啊？哎呀，老爷，看上去这大小姐是看上那个杨天笑了吧？他那点花花肠子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其实我对那个小子也没那么反感。哎，文武全才，没准将来还是个人物啊。既然老爷也这么觉得，不如让他倒插门，做咱们罗家的上门女婿。这么一来，每月的工钱不都省了吧？哎呀，人家愿意不愿意呢？这小子太倔，恐怕谈不成。哎，您没事怎么知道啊？他也是啊，试试反正也不花钱嘛。对呀，他要真当了我的倒插门的女婿，我还多了一个下地的免费劳力。老爷，您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。那我就得让我的闺女想办法接近他了。啊，哎呦，预备上。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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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刚教你们的是刺枪术，是和敌人短兵相见时最有效的防守和最直接的攻击方式。大家休息会儿。大家喝口茶，休息会儿吧。杨大哥，喝口茶，休息会儿。谢谢。杨大哥，你刚才不是说教我们刺枪术吗？不，哪有这玩意儿，多没意思呀！要是有真枪，那多得劲啊！上哪儿找枪去啊？我知道哪儿有枪。哎，在哪儿？我家啊。哎，什么你们啊？啊？什么话你都敢当着人胡咧咧？别再胡咧咧啊！经理，经理。哎。
我咋知道你是瞎子了？您找什么呢？要不要帮忙？没找什么，地窖。您这地窖里藏着什么好东西呢？哎，过冬的白菜萝卜。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就让我看看。别，没什么好看的嘛。行了，回去睡觉去。回去。我看您地窖的木箱里，该不会藏的是枪吧？ 看来，玉香今天说的是真的。大侄子，我就跟你明说了，我藏的就是枪，怎么了？你还别多想，我既不是山贼土匪，我也不是抗日的什么志士，我就是一生意人。那您打算把枪卖给谁？嘿嘿，谁给钱给的多，我就卖给谁。您就别骗我。 我怎么看您也不像是一个一毛不拔的人，您该不会是暗中帮助抗日分子吧？不能乱讲话，要掉脑袋的！啊！老大，哟，坐回来了，给倒酒，倒酒，来来来，哎，说说说。 说，我发现罗德旺家呀，藏了不少军火。军火？啊，多少？我估计啊，怎么也好几十条枪。啊，有那么多？嗯，一条枪就值100个大洋，这几十条枪，不就成千上万了？老大，抢了他，吃饱喝足了，就跟我上他家求钱去。好了，好了。 您真的怕砍头的话，就不会藏枪了。我认钱比认命重，要有人想买我的命，出钱价钱好，我也照卖。您就别瞒我，您究竟是什么人？你不是也瞒我吗？你什么时候跟我说过你是谁呀？实不相瞒，我是日本鬼子通缉的要犯，我是抗日分子。如果您真的贪钱的话，可以把我的消息卖给日本人。 我的身价至少值10万个大洋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想卖你啊？我只是现在还没人出个高价而已。罗老爷，可不可以把这批枪卖给我？有人定了。谁？不告诉你。哎，我还跟你说，我做生意有原则，我不赚。 不认不义的钱，我不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。谁？他们。谁？谢谢老大，谢谢老大。啥情况？我跟踪了刚才那个人。
偷听了他们的谈话，他们今晚要劫你的枪。真的吗，王八蛋？我让他有来无回。他们人多势众，又会用枪，真的打起来我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段红英他们放出来，协助我们。让这帮流氓弟子全出来，那不行。他们打仗有经验呢。如果他帮助我们的话，老百姓的伤亡会降到最低。那他要不肯打仗，他找我算账啊？这个就交给我了。哦。杀了你个白眼狼！你敢？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不听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怎么还不醒醒啊？为什么老是护着他？因为你不讲道理。青龙，我问你，咱们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值得你这么去做？目前当务之急，我们要一起对付土匪，不是针对我。杨天笑，我不信什么罗土王，但是我信你。抄家伙，这么安静呢？可能是睡着了吧。走，去看看。别动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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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许动！等你们很久了。乡亲们，下他们的枪！原来你是利剑。放过这个土匪，一枪把我俩毙了。把枪举起来。小鬼子，我不能伤害我的女人。都什么时候，你造反也不挑时候，你开枪！下不了手。如果想让你活着，我娶你做我青龙的女人。这句话埋在心里很久了，
我喜欢你，你能长点脸吗？我今天就不长脸了，把这放下。 老虎不发威，还当我是病猫呢！抓住他！不许动！起来！青龙，青龙，你怎么样了？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别过来！过来我打死他！往后退！都往后退！ 先安顿好伤员，再想办法救人。我自己的人我自己知道救。杨天笑，我问你一句话：你要不要跟我走？我不能跟你走。他不能跟你走，那土匪打回马枪，我们怎么办？掌柜的，这里需要我。那好，等你处理完这儿的事儿，到山里头来找我。 就这么定了，赶紧把受伤的人带回去吧。段掌柜，路上小心！你别催我，我会走。奶奶的，就因为你老太受了伤，见了你们老大，我得让他好好补偿我。快看！ 是跑偷的土匪，给我干！给我冲！嘿，哎，躲啥躲呀？哎，长官，哎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 我们不是土匪，我们不是土匪，不是土匪，都带走，走走走，快点！杨队长，我们家老爷的意思是想把大小姐许配给你，做我们家老爷的女婿啊。昨天晚上就想跟你说了，可是你，罗老爷。 你心领了什么意思？我们家闺女是大家闺秀啊，嫁给你你还委屈了？我也是财大气粗，家大业大的人呢。你给我当了女婿，我们家全是你的。你还，你还，你……我们事先说好的，我帮你办完事，你放我走。杨大哥，我有什么不好的？是我不好，罗老爷。玉香是个好姑娘。 你别耽误了他。话说的那么好听，他就是不想娶我。爹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不管，不管！我这边，我这，我这……哎呀，你哭什么哭？给我丢人！这种事不是我，不是我不帮你，这不能勉强嘛！我不管。 你要是不帮我留住杨大哥，我就是当尼姑一辈子都不回来了，给我看你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！别哭了，你不能走。你要是走了，那些土匪再过来，我们可咋办呢？对呀，留下来帮助我们了。对啊，留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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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，别走了。谁让把他留住？我每人给10块钱。 哎，留下来吧，留下来吧，别走了，别走了，帮帮我们呗。
钱不是问题。青龙这个人，你觉得可信吗？大佐，虽然我不确定他是否真的忠心归顺，但现在是用人之际，不妨先试试他。好，我们先让他回山林队潜伏，等机会来了再试试他。嗨。二鬼子，回去再说吧。撤，撤！鬼子杀了杠子头和牛犊子，我们被乔老大的人带走，路上遇到了鬼子的部队，他们俩为了救我们，落进了鬼子手里。我连他们的尸首都没有抢出来，我真对不起兄弟们。他俩不能这么白死了，咱们得找机会替他们报仇。这个仇一定要报，可这些事情都是罗土旺和杨天笑他们搞出来的，要报仇一定不能放过他们两个。对，掌柜的，你就出一次头吧，给兄弟们讨个公道。青龙真是这么说的，大佐，我还是亲自去一趟侯氏沟村，看看杨天笑是不是真的躲在那儿。嗯，如果属实呢，青龙要多加利用。嗨。你们没拿我一块钱，就是剜我一块肉。你把我留在这里，只会连累大家。你再说你怎么死的事，别让我再留你一次，还得花一次钱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是日本通缉的要犯。我刺杀过日本的特务头子松本，日本人对我恨之入骨。如果说他知道我在这里的话，我担心会屠村。我亲眼目睹过屠村的情景，我发过誓，我绝不能再连累任何一个老百姓。那你就更不能走了，你这一走我就血本无归了。富贵，跟他们房子让他给他上房。好。村长，留着的可是个祸害呀！对呀，鬼子可不是吃素的。村长，他不是财神，他是瘟神呐！村长，干脆让他走吧，把他留在咱村里，会害死大家的。别说了，你们先静下来想想。昨天晚上事已经惊动了二鬼子了，如果鬼子回来，我们交不出杨天笑，那就麻烦更大了。这不讲脑子吗？你们都。所以他不能走，知道吗？爹，杨大哥对咱们有救命之恩，您不能这么对他，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！你懂个屁！我把他关在这圈子上就是报恩，你以为我愿意关他呀？他在这儿什么活都不干，白吃白住，你养活他？哎呀，爹！老爷，老爷，不好了，二鬼子来了！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好，小姐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罗村长，明人不说暗话，我就不绕摸摸了。我听说你家收藏了抗日分子，您这是千里眼顺风耳，什么消息都传不过您这个五指山去啊！
话就别说那么多了。你可知道，窝藏抗日分子可是大罪一条啊！不是，那我当然知道了。我们家真的是藏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抗日分子啊。嗯，你真的？别一说你就动枪啊！我不知道他是抗日分子，所以我把他全套的古卷领来了，就等着您来。